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觉醒东方的刘令姿。从小，我不喜欢鲜花，也不喜欢毛绒玩具，因为在我的心里，我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建造属于我的城堡。面对挑战，我选择以柔克刚。面对条条框框，我选择挣脱束缚。从今天起，就由我来守护你们吧。先和大家做三个约定：一，保持脖子和肩的角度为90度；二，每天垫脚靠墙90度；三，每天抬腿90度，卷腹90个。青春制作人，和我一起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冰冰，我是优奈何昶希，我是汪卓成，我是秦奋，我是韩木博，我是秦子墨，我是金佩瑶，我是左叶，我是李子轩小豆子，我是李俊逸，我是冯俊杰，我是陈佑。我呢在这里祝我的大学同学，我的好朋友刘令姿在青春有你中努力发挥，取得好成绩，相信自己是最棒的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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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